为了协助弱势家庭改善生活，嘉义市政府推出2.0版脱贫计划，并将会使透过参与公共服务和公部门的工作，换到生活当中需要的生活用品，甚至会使换家电、电脑等等的商品。嘉义市药房局主任会也支持市府政策，赞助50万元，希望帮助弱势家庭度过困境。在中正公园的社福中心，我们西区社福中心那边，你就可以去询问。那我想在你有需要的时候，你愿意到那边去服务，你的服务时间呢，我们是用计点数的，那用这样的点数，我可以换取我生活当中我的需要的用品。杨兄弟是慈悲护怀哈，啊，照顾这弱势团体哈，啊，我一个家庭，安尼温暖安尼哈，啊，大家哈。善事一定要做啦。过去参加脱贫方案的民众有178人，其中有116人成功换到家己想要爱的商品。有高年会的长辈透过家己的力量为社会付出，成功换到一台新的冷气，只要做一点钟的公共服务，就会当换到20点，每一点计10元，每一年上悬会使换到50000元的商品。在105年，嘉义市政府我们就有一个叫梦想online的计划。那嘉义 DreamLife 其实是它的2.0的版本。那它最主要的概念就是希望，就像刚刚我们在这个木剧团演出的过程当中，大家所看到的，我们希望你能透过一些公共的服务，那这个服务可以去换取你生活所需的东西。这个嘉义市政府推出的脱贫计划大大升级，过去只能使用3C用品、家电和交通工具，现在将商品扩大到食衣住行娱乐等等的生活面向，有些家庭会使到学校、政府服务，透过实际行动换到家己需要的物品，所有的计划经费拢来自社会上的爱心。记者周淑胜采访报道。